传统总是让人难以割舍。走进李氏八大件，怀旧的装饰风格马上会把你带到沧桑的历史回忆中。李氏老古尔熏鸡是八大件之首，味道如何当然要听食客的品评。用这个当年的六个月左右的三黄鸡，在六个月左右，一是鸡这个肉质比较嫩，入味也比较这个容易。如果说要到一年两年的鸡了，它这个鸡逐渐长成之后，骨骼大之后，这个鸡这个肉就太紧了，就没有现在吃起来六个月左右的它这么嫩。然后去掉内脏之后，用这个葱啊、姜啊和这个盐、味素、花椒、大料，从外边呢搓一搓这个鸡的小皮，让盐能入进点味儿。从内脏拿进之后，再把葱、姜、花椒、大料、桂皮，还有一些这个植物的这些药料，都放到这个鸡的这个肚子里面。放到这个恒温的冰柜里腌制八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家庭都有冰箱，非常容易。等这第二天想做的时候，拿一个小罐调一锅汤，酱汤。李氏老古尔熏鸡一经推出，立即引起轰动，食客们争相相告，失传的八大件儿再现江湖。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